哎呦，中路对线，哎呦，打得好凶啊！杰卡，Amy 闪现没了，Amy，到后面有打野，这个打野我已经看到了，因为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啊，刚那个破败之王的位置都看到了，知道破败之王在后面，刚悲伤不是去了蛤蟆放了眼吗？打了个闪现就过了呀，后面不要追呀，怎么还想追呀？这波，哈哈，怎么还想追？哎，这波 miss 失误了。哎，别不要被单杀了！我操！哇，W 上路，真的是太猛了！这个对线，他这个状态，不是他先选武器，biu biu 后选那儿，你 counter 武器后选那儿 counter 武器，但是你线上被单杀，我只能说实力差距。而且阿乐最近状态都这么好。所以要看下一场就是李宁打 RNG 的比赛，因为他打的是少辅嘛。阿乐也是，确实阿乐也很猛。刚才中单打了个闪现，这把 Zeka 一直都有优势，这个不能怪 Shanks，因为我前面就跟你们说了，他选到辛德拉的时候，我就说 Zeka 可以考虑玩刀妹。刀妹就是康特辛德拉，而且现在这版本主 Q 刀妹也可以不用出破败，也可以出咳血，之前是主 W 咳血嘛，现在你还是可以主 Q 咳，哎，回去了呀！我操，先锋怎么回去了？主 Q 咳血也是可以的，兄弟们。这先锋还是要给，主要是多个 ADC 啊！救梦，救梦！我操，Zeka 死了吧？死了吗？死了吧？死了吗？死了吧？死了吗？这能走我不信。Zeka 永远的神哟！你们知道为什么 Zeka 刀妹玩的这么好吗？Zeka 他来 VG 之前，就是他那个时候在 KT 嘛，他那时候是一个就 KT 的青训，哎呦，missing 也死了。他那时候 KT 的替补，一个清新选手，他路人的时候就是玩刀妹跟佐伊玩两个英雄的。他那时候玩这两个英雄上了韩服，1300分，1400分。你骂了所有人，真的假的？Sorry，哦，PP God，这不是感觉两边辅助是突破口啊？右边辅助送了全堆的人头没有，不管是。英雄吃还是对线还是打团都是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，说实话，现在你想针对 Zeka 是完全没办法针对，搬不完。我给你10个帮位，你才有机会搬完。所以 biu biu 又倒了吗？biu biu 前面被打下来之后，然后后面被4个人抓倒了。打团里有用的，或者给他清杠影，或者就给他 counter 威，用武器打清杠影。打苏醒是那样打的吗？然后或者要先选的话，就先选个凯南，也可以。哎，上个色这个位置要找闪现 V 盘，PP God，这把辛德拉数据是2-1，但是其实很没用。他前面死了3次，不想再死了。理解，理解，理解。喂，这一名大招怎么每次都是这样丢？真的是 PP God，我操！又是你，又是你，PP God，杰卡想操作吗？杰卡这个位置一个人打4个，哇，杰卡好秀的，没换掉，可惜了。Real 有点 counter 这个，他血手被 Real Q 直接没了，Real Q 可以破盾吗？现在辛德拉想好了，Real 下马，马，哦，杰卡想二闪吗？这个位置，杰卡。杰卡这个位置想二闪吗？QQQQ，我觉得杰卡这么想开呀，杰卡。哇，上个是有闪，上个是有闪，上个有闪，哎，没有没闪，上个是倒了，那打倒人了，边界五杀，零花五要一波吧，拜拜再见，零花五个屁啊，武器大哥太萌了，武器大哥太萌了，哪有零花五？零花五没那么简单的，大哥，怎么零花五？你告诉我。
武器这个位置后进场，他从后面，哎，我发现这个人真的很喜欢从后面过来。这带出啥装备啊？什么都要是吧？小龙还有一分钟，两边都是龙魂的，谁拿这条龙就有龙魂，水龙魂。右边有个，其实我觉得这个 BAG 拿这条水龙魂还是有机会赢，因为右左边是没有人可以出重伤的，每人出重伤。就看看这个小龙团吧，还有一分钟，武器从后面绕后吗？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是 F6。武器可以从防御套后面过来杀这个 Amy。啊！我操！我操！记了呀 ，BAG！ 怎么有个炸弹人还能这样给别人开呀？这怎么赢啊 ？BAG 能赢，我叫他们爸爸，真的，这波团能赢，我叫他们爸爸。赢不了，赢不了，打不赢他。武器就是神，我跟你们说，武器永远的神。有人玩炸弹人 AD 可以这样给赵鑫开团给距离，我是真没想到的。要专心一点啊 Amy， 要这真的要好，大家集中一点。他这是完全，他是打了三十多分钟，是累了还是啥呀？如果他玩的是那种手短的 ADC 维恩卡莎，这样给别人开，我觉得可以理解。但你玩个炸弹人，这样被开，队友还被他害死。队友，哦，队友想救他。雪龙魂是 W 的，哎，我觉得准备下一把吧。BAG 可以考虑，可以现在开始。可以想下一把的 BP 了，这把说实话0%赢不了，真的是0%。这怎么赢啊 ？BLG 是，我觉得 BLG 这个赛季最大的缺点，最缺的就是不知道他们要怎么打，他们可能。拿到优势之后，不知道后面要怎么打。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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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票，零换五，记。纳尔多没变大就死了，记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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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，上个零换五怎么赢啊？这个游戏，复活甲等死，三二一，给我死！再见 ，Z 卡，你有盾是吧？啊，起飞，起飞，击飞，起飞，击飞。这么看感觉今天是 BLG 要放假了，这么看今天打完比赛 BLG 可能要放假了。他们最缺的就是中后期不知道怎么打，之前 BLG 赢的都是那种前面优势特别大，然后就一直打架一直打架一直打架打打打打打。他们是喜欢给 Amy poke 英雄，喜欢什么那种 poke 英雄，